今天我们来编织这款V字花样。这里从瓶身上面，这里织一个瓶身的V字，这里是八针，花型针这里是八针，这里我花型与花型的时间是隔的是四针。重复同样的花型，重复编织。我们来看反面，反面非常的平整。这款你用深色编织可以编织蓝色毛衣，用怎么样的颜色编织都非常漂亮。我们现在开始来织花型。织花型中，我下摆已经编织了起排，这样来编织花型，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。现在织四个反针，这里编针，编针不算花型针。四针反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针反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把放近一点看。线绕到后面，织平针，八个平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织三针平针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一二三三针平针四五，把第五针和第四针和第五针交换位置，交换好来的过来的第五针不编织，第四针要把它编织掉，平针。这里这一针我们不编织，拿上来是三个平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这里一二三四四个反针，这里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平针，八平针的是花型针，中间我们交叉两针。好，大家如果不清楚，我们再来织一排，再来织一个花型。这里四个反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三个平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里第四针和第五针交换位置。我们现在是右上锁下这样来交换，然后呢这一针要编织平针，这针我们不编织，然后三个平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这里再织四个反，织三个平针，三个平针，然后这里四个反针。把线绕到前面，四个反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留个边针。这样花型针第一排的花型针分好以后，织反面。这里在反面编织，我们就全部织反针，整排织反针，也就是上针。继续编织，如果你卷起来织的话，卷起来织的话就在正面织一排平针就可以了，就没有反面编织。好，正面编织，四针反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针反针，这里两针平针，一、二，然后这针是刚才我们拉过来没有编织的，我们现在把它和这边针交换，锁上。现在是锁下右上，交换过来，交换来的是这针不编织，这针我们要织一个平针，然后呢，这针和这针交换位置，然后现在是锁上右
左上右下，这边左上右下，这样来交换。然后这一针又是平针，我们拉过来的这一针我们不编织的啊，就直接挂过来。然后这里两个平针，你要看这里，现在我们要两边平衡，这里两个平针，这里两个平针，这里是中间还在丝花型四针，这里两针交换，这里两针的中间针，四个反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两个平针。这一针是我们上一排拉过来的，不平织，现在也不编织，把它跟这一针交换。然后这是丝平针，这一针和这一针左上右下这样交换。这一针交换的这一针又不编织，我们要把这一针丝平针，这一针挑不编织，是两个平针，然后再织四个反针。好，反面编织，反面织的一样的丝，全部丝反针。整排这样织过来，正面编织。四针反针，这里我们要织两，是一针平针，交换过来，这针和这针交换位置，然后这针丝平针，这里丝平针，这两针一样的交换，左上右下。交换进来这针丝平针，这针我们挑过来就可以了，不编织。这里再丝一个平针，现在丝到两边只有一个平针了，继续四个反针，一个平针，右上左下交换。你交换过来的不织啊，不织这针，不织的织这针，然后这里织平针，现在手上右下交叉，这样这里织一个平针，这针挑过来就可以了，再织一个平针，然后四个反针，下摆反面。反面一样的全部丝反针，整白线循环织完，正面编织，右上左下交换，最后一针了，这花型也就是我们交换把这一针撕到最外面的这一针来，它也就这一排的花型，这V型也就结束了。平针里面撕平针，这针一样的交换位置，左上右下，这样把这针拉到最外面去了，V型就成型。四个反针，这里一样的交换，交换出来不织，这一针要是平针，挑过来。
现在画线已经全部看出来成型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织一排反面，在反面织完这一排反面，我们再来挤第二排的花型，再演示一遍第二排的花型挤身。反面都一样的织法，我就不是每一排的编织完整啊，大家都是看得懂的。就这样，全部织完这一排，我们再来往下来演示一遍这第二排的起花。先丝前面是四针反针，然后到了花型针这里，我们丝三个平针，然后第四、第五针交换位置，锁上右上锁下，那交换过来这一针我们不编织，这一针我们是要编织的，丝一个平针。然后再来三个平针，四个反针，三个平针，第五针和第四针和第五针交换，第四针不编，第五针不编织，第四针编织一个平针，这样，然后继续三个平针。四个反针，第二排的起花就起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往上编织，它就重复这样的一个 V 字往上编织就可以了。对于这种花型，大家还有什么不了解的，在我评论区上留言。今天的花型我们就演示到这里。